地语蛮多的。大的好大的 QR code 哦，那里有红鲫鱼，接着又看到，
蓝蓝的，眼睛不太一样，不太像鲫鱼的眼睛，应该是有受伤过吧。不好意思，被撕起来，你养够了。之前有位电友大哥说用捞网，没错，哎，鱼的嘴巴烂掉了，不然是用捞网比较好。尽改变自己。要相信那个颜色变化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就是它有一些黑色的颜色，慢慢才褪成红色。所以我应该想说，是不是之前钓的那些比较像鲷类的，应该就是会褪变成这个颜色，应该是我当时判断没错。把它颜色褪掉一个痕迹。
天的钓游就到此结束了。水很浅，水非常浅的，鱼很多了，安全的钓点，这个地方是不错哦。啊，如果来钓的话，垃圾带着。鲫鱼比较少一点，但是拉浮是可以拉到爽。那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